受到锋面影响，在今天一早，中部地区下起了大雨，苗栗多地已经传出灾情，包括竹南环市路一段南地下道大淹水，还有车子受困。而国华路地下道苗商旁地下道淹水20公分，至于头份自强路往竹南地下道更是淹水到80公分，目前双向封闭。另外，台中国道后里段淹水，台湾大道沿线也积水，造成车子抛锚。